哇哦，超好吃吗？嗯，幸福的表情。攀树靠的是腰的核心的力量，而不是靠手的力量。一二三 ，Go！ 弟弟钓到大鱼了，2023年的夏季来临前，沙太来说不想露营。我在这个夏季偷偷安排着山上的小木屋、高海拔车泊、度假村来完成我的凹豆魂。2个月里的62天，跑了12个城市，到底谁要榨干谁的体力？谁知道？我们到底去了哪些地方？一起来看看吧。收网了，收网了。有了，开始了。我们准备没有？哇，他好，好有活力哦。天哪，你也钓到了！哇，那个也超大只的！哎，打到头！下来，下来！玩水喽！你到芙蓉海边踩踩水。安妈，好吧。喜欢这里吗？喜欢这里哈，欢迎收看，我是沙先生。在200公尺处，回靠左行，回靠左行，然后您将抵达您的目的地。您已到达目的地。走了，我们去攀树了。攀树，攀树，走 ，Go！ 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哦，看到了。先让它释放。请问啊，大概你看两张登记，交钱。还有一个没有写到。我们攀树的由来是由工作开始，是从伐木业，从美国的伐木业开始哦。欧美伐木业开始时，他们纯粹一开始是所有没有重机具上去，所以他们的徒手上去上树，然后发现徒手上去是很危险，所以就挂了绳子，然后从一条绳子到两条绳子，到没有绳结，到有绳结，到有装备，这一套系统发展起来已经100多年历史了哈。要纯粹靠手力量，我也不反对，但是你会非常非常累，拉一次推一次，你只要手套卡住没关系，就再把手套抽出来。这是一个刹车皮的作用。哇，换我们了，对不对？穿一下护具。推，好，推一下，往上推。对，对，很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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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再推一下。对，再推一下。嘿，再推一下。对，好。对对对，脚再放开，我怕你把我吊到明天早上。对，把它放松，然后脚再踩，再上去，对，又再上去一点了。OK， 下来喽，很棒，超棒的，哈，成功。好啦，没有，一、二、三 ，Go！ 脚抬高，脚抬高，脚抬高。好玩吗？这边在打鱼，然后对面就有捕鱼，把这边的鱼赶过去这边捕。哇，这一次大概会中2只。收网了，收网了。哇，好大只哦！哇，它好，好有活力哦。现在要走去溪边找一下儿子，儿子在溪边钓鱼，带姐姐来钓鱼，知道吗？对，他刚才第二次就钓到了。钓到？谁有钓到？因为我这里已经钓到十只，你的？哪有？我至少有到10只，不能钓了，我早上不能带回家。你看那一只
刚才有钓到吗？我们有啊，他说他第二次就钓到了。哦，你第二次就钓到了？对啊，他说我明明就钓得到。哦，好，市场很大，感觉哦，终于了，终于了，大只的哎，哇，弟弟钓到了，哎，弟弟钓到大鱼了哎，天哪，你也钓到了，哇，那个也超大只的，钓鱼很好玩哈，豆豆已经钓了，没有，还在，下面还在，哎，打到头。女孩们在做章鱼烧。玩到你鞋子都坏掉了，对不对？这里坏掉了，是烤鸡吗？已经来了哦。哦，我们去餐厅领我们的烤鸡。我们傍晚的时间来到了九份，在这边，现在外面的天空超漂亮的。